咁靓嘅景，咁靓嘅餐厅，爸爸梗系又去食好嘢啦！又马鞍山，又八仙岭，爸爸今次带你哋嚟呢度，就系为咗食生蚝。呢一度系沙田万怡酒店顶楼 Level 30嘅观景走廊，30楼咁高，真系连沙田马场到八仙岭，连马鞍山都睇到啊！原来逢礼拜二嘅夜晚，呢度都有生蚝同埋红白汽酒任食任饮优惠，每位428元就可以喺2个钟之内任食任饮。生蚝系嚟自法国、南非、美国、爱尔兰同埋苏格兰。星期二当日空运到港，只只新鲜到咧，食一单已经封咗蚀本门啦，开埋支酒翻本有得啦，添多杯啊，唔该。呢度仲有熟蚝供应，吉列蚝炸到脆卜卜，芝士焗蚝用巴马神芝士焗，香喷喷，一样系任食噶。其中仲有其他优惠，好似星期一凡为顾一支酒或者香槟，送你一份130元以内嘅自选食物：番茄水牛芝士罗勒薄饼、蒜片虾、炸薯角，正啊！星期三四咧，每位158元就可以无限添饮红白酒同埋拣2款香口小食，仲每人送一盒冻肉芝士拼盘俾你送走。若路有收工摊最好啊！喂，等你咁耐都未到，爸爸自己食生蚝唔等你啦，我食晒佢啦。